对，你们谁愿意出来挑战一下？哇，有哦，哎呦，张云雷，哎呀，谁说我们这儿没女的呢？什么眼神啊？这个叫张云雷，这胖子叫李云杰啊，俩人都要出来挑战，这是一个什么形式啊？唱一段西河大鼓。西河大鼓，我来。西河大鼓，我来打鼓，我来唱西河大鼓。好，一个负责打鼓的，一个负责唱的，哎，都有花样。人家崔先生是把这个仨人的活一人干，哎，你们是把一人的活拆成俩人干是吧？我们这样显示人多呀，哦，显得热闹。对啊，你们有伴奏的吗？有啊，有弦啊，有弦是吧？有弦师。唱一什么节目啊？我唱一支西河大鼓的作品，叫《灞桥挑袍》。哦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对，美髯公关云长，灞桥挑袍。对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到处许唱，吩咐我一声，众君的笑，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，沉着着两双世界双将倒。保皇嫂子啊，本